找寻已归，候鸟不动梧桐树，在等谁？梧桐也不明白候鸟为谁追。就这样飘荡许多年，像没有根的浮萍不断变迁，幸福也许山高水远，有天会近在眼前。天涯那么大，何处是我家？让我依靠，陪我，听我说话。蝴蝶经过挣扎，就能飞得像朵花。生命越磨越亮，我不怕。遐最近毋知咧无闲啥，拢无看到人影。敢讲真正伫咧外口饲查某？顶回为着别人讲的，我已经甲伊冤家啊，即摆无凭无据。我实在袂瘾阁安尼黑白想。哎呦，袂瘾阁安尼黑白想啊！我找一挂代志来做，做一挂乌龟壳来去学台北打扫才好啊。稍等下啦，我剩这尔吼，先甲做做。来来来，我来倒三工啦。哎呦，免啦，目睭啦，我来就好啊。紧来来，我来就好啦。细气哦。即摆吼，阿喜也解毒啊。再会咧，做生意，阿蛮要做了好无？阿瑞啊，安尼的生活到底过得过无啦？无看人，身体应该是袂歹啦。是讲有赚到钱无？我都唔知啊。阿喜啊，伊赚的钱，敢拢无寄倒来？哎，阿芬之前有讲过啦，讲我赚的，得做出来底收费。啊！伊赚的，就先去还伊债务，啊，有剩的再搁欠起。还债务？进前无当过，有了一挂钱。嗯？啊，遐钱我毋是已经退还啊？还是在变西吧。阿瑞啊，
阿姨也赚的钱，是不是有去行债务？你敢唔知影？唔知，也无卡讲啊。可能唔想要加工。顶完几时？其实哦，阿姨的本性是袂歹啦，啊，着较囡仔性，啊，出一支嘴安尼好累累啦。伊的话哦，啥咧乌白讲，啊，你若莫家己的话吼，放喺心肝内，安尼就无代志啊啦，吼。你捌听人讲过无？好话一句三冬暖，恶言一句六月寒。好话一句三冬暖，恶言一句六月寒。人讲笑嘛无好话啦，迄冤家时阵，大家拢咪讲一寡气话来伤害对方，安尼根本就无法度解决代志啦。颠倒代志是愈误愈害啦，你讲对无？好话一句三冬暖，恶言一句六月寒。老爸讲了无毋对，冤家无好话。我开始学讲好话才会用的。阿姨啊，我知影你足辛苦的，啊，不过咱借问一下吼，你赚的钱到底是有欠起来，还是摕去还债务哈？哎，莫加讲这啦，即马真忝，莫咧哭哭闷，哭哭闷。嘿，无啊，我即马好好跟你讲话，你是啥物态度啊？我爱讲好话，我爱讲好话，歹话要藏起来，要藏起来，藏起来。再来一摆。阿姨，你今日足辛苦的吼，我知影啦。你自透早无闲到暗，拢是为着咱这个家。啊，你这么认真打拼。我实在足幸福的哦！啊，水妹啊，这无啥啦，这拢是我这个烟斗漂撇翁应该做的啊。哦，啊，我嘛爱感谢你啊，替我照顾这个家，替我照顾我的阿母，我嘛爱感谢你啊。哎，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啊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这是我今日的工资，啊，拿去。多谢你，哦，阿姨啊，你巴肚会枵未？我煮宵夜给你吃好无？我袂枵啦，我只要我的水妹跟我跳舞就好啊。跳舞哦，好啊。阿瑞啊，你安尼创啥？无啦，阿母，我睏袂去，起来做运动咧。阿姨也袂转来啊？也袂啦，应该是要转来啊。阿母，你先去休睏啊。你放心，我会等到阿姨也转来。嗯。
阿瑞啊，阿母，你哪也未困啊？困未去啊？菜端来带一杯面，煮煮嘞，烫来听好啊。好，我先走哈。阿母，面我煮好啊。阿姐，你家潘修。阿母，阿不是你要吃的。阿姨啊，晚暗不知几点才要回来。你吃饱饱哦，等你，若要冤家嘛较有气力。阿母，你放心啦，我袂甲阿姨冤家啦。若无要甲伊冤家吼，吃饱好去睏，唔免等你。哎呦，石头做出来，跟你做伙食饭，上欢喜。阿兄啊，阿兄，啊，你哪会伫遮？找你啊！啊，原来你是阿兄的大兄啊！啊，伊是……哦，伊就是迄个水果行的阿芬小姐啦，因家的水果拢是我栽的啦。阿芬小姐，我知影啦，吼，啊，阁麻烦你专工走一撮，我等下随过去，随过去再会，啊，你会当先转去啊。吼，我知啦，安尼我先转来啊，啊，你较紧嘞哦。好好，我知。孙强，孙强，较紧嘞啊。好。请你呢，你嘛我面子吃。阿兄对你来吃吼，不是要让你请吃面的啦。你应该真清楚，阿兄为什么要来找你？啊，我用卡刀斧想嘛知。啊，这阵啊阿瑞啊拢在缠咧，跟你斗三工，好，一定是伊跟你斗，讲我的歹话对无？这阿伯冤家吼，难免拢会啦。啊，是讲你哪会当哦？因为冤家啊，规暗都无要回来。啊！我就生气啊！谁叫伊要搞我冤枉？哦，安尼也是去用冤枉的，你都要想办法解释清楚啊！
啊，你平常时唔是足够讲话啊？阿姨啊，你老实讲，你伫外口是唔是有查某？无啦，你是哎呀，你是听谁在乱讲的啦？无啦，我无啦。无是上解好啦。阿兄问你，啊，你逐天咧辛辛苦苦招车送货，啊，你赚的遐钱是拢走去倒？嗯，啊，钱都摕去行销啊，你嘛知影进前无当过欠人袂少钱。你凊彩讲讲的，啊，遐钱毋是阿兄已经替你行啊？啊，就。就啥？我咧讲哦，你若阁唔老实讲哦，阿兄是会变面的哦。哎呦，阿杜，无当过正经，嘛有欠人钱啊。啊，你外口到底阁欠人偌济啦？歹算。阿喜啊，阿喜会当替你行的有限啦。上界重要的就是爱靠你家己，你也会当觉醒啦。你若搁要咧继续落去哦，到时阵连阿喜都无法度甲你斗三工，你要后悔都袂有啊啦。我知啦。自细汉阿兄上疼我，我袂当阁予伊失望啊！好佳哉，伊无阁问阿芬的代志，阿好我着惨啊！囡仔读册声音足好听。参加宴会，夸耀他的才华，因为没有继续努力求学，几年后，这个人们口中的神童，表现不再那么突出。八岁那年，我若无讲要留在厝内底种田，是对大姊去读册。今麦我。会有甚物无共款的？对啊，阿瑞啊，阿瑞，阿你是安怎啊？倒去无爽快，停停停，找你来陪伊。做爸爸哦！我们做爸爸，我们做爸爸哦！我跟阿喜啊，原本已经愈行愈远，今嘛，却因为这个还未出世的囡仔，感情也好起来。师妹。哎呦，你还搁咧做啦？歇一下，我有给你买点心。买什么点心啦？哎
就来啦，休息一下，休息。卖山啦！来来来，你今日是无去载我哟，那就早了。有咯，我上山就是等来啊。阿伯，我搁走去买点心。来来来，姐姐好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有几只糕啊，还有只甜饼，还有一个李咸，吃一块，吃一块。你连买这么多物件啦？嗯，给你吃啊。后摆莫买这啊啦。啊？为啥？你不介意哦？你袂记咱愿望哦？啊？啥？要开一间店面啊？袂记啊？哦，我当然嘛记条条哦。啊，不过买店面哦，都要开足多钱的啦。啊，买点心也免偌多钱啊。你这尔辛苦，有当时嘛是来享受一下。好啦，我知影你要讲啥啦。之前哦，我定定暗时无回来厝的，你拢会无欢喜。我伫遮甲你回实的。嗯。即摆你有心啊哦，为着咱的囡仔，我的个性一定会改，好不？现在要去打拼赚钱哦，将来你大汉想要滴啥，爸爸拢买予你。嗯，若有时间踮遐练笑话，规气太骨力了，去开火车载货，赚钱通向恁大兄啦。好啦，爸爸来赚钱哦。阿母。啊，大伯爷，你兄弟的代志应该去解决。我是讲，阿兄讲明仔载要带秋文回去给阮阿爸阿母看。啊，正拄好，明仔载我要进乡，厝内拄仔无人伫个，啊，拄着亲戚先甲问好一下。阿蕊啊，我甲你讲，咱查某人囡仔顾好就好，其他的代志，因查某人会去处理。阿芬啊，啊你是头壳撞到哦，唔惊我甲你弄到。你遐雄雄撞出来，唔惊我甲你弄到。你想我甲我弄弄死，肯定好你放屎。你莫安尼嘛，我嘛无法度啊。我安怎？是你甲你讲要照顾我一世人的哦，即摆甲我感情慢慢去，就做你走，你拢是跌倒。哎呦，我嘛无法度啊，我无帮我生囝啊。我都要负责任回去做爸爸嘛！你就唔要对我负责任心！好，无要紧，我来找船长，佮伊出面吼，佮伊找你骂你阮，看要安怎互我交代。阿芬啊，哎呦，你莫生气啦！莫生气，英子，看你的生意到倒。
阿芬呢？阿芬呢？我你讲嘛，你想要安怎？明仔带我出去佚佗。明仔哦，明仔袂用钱啊！明仔我都要全部登下到厝啊！我阿珍都耍啦，我要坐船顶啊！哎呀，好啦好啦，我明仔带你出去佚佗，安尼好不？卖生气，啊？哎呀，昏嘞呀，昏嘞！哎呀，啊！明仔是要弄才好啦。总不应该把我泡做两瓶，一瓶一个哦。啊，人生做伤过缘投，嘛唔对。穿这件衫，甲阮男朋友出去佚佗，我若是穿破衫哦，安尼就歹势呢。来来来，我看卖要保底。就敢那你个红呀？好啦，恁大家啊，带人去进香啦。啊，阮翁伫外口做工课了，袂转来。这个衫拢你家己做呀？人家欢呼定做的啦，你手艺袂歹呢，色水甲花样看起人做流行的。你后摆嘛要做啥吼？麻烦来找我。好啊啦，你看麦。真好呢，安尼要偌济钱？十块就好。多谢你，多谢哈。恁查甫朋友一定会讲你穿这身衫足水的啦。再来找我做啥哈？嘿，拄仔这个人伊来补衫啊。补衫啊？啊，伊敢有讲啥？没讲啥。哦，无啦，无代志啊。哦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收一下水好哈。哦。哎，水妹，水妹。怎啦？
喂，歹势啦，我即摆无法度载你回摇头厝啦。是安怎？啊，你昨暝毋是讲会用的？啊，对啊，水果园的阿芬啊，伊就走来找我，叫我帮伊载货啊，讲足着急的，一定爱即摆去。啊，你嘛知影人客的要求，我嘛无法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这条卖谈啦，我来甲讲啦吼。哎、欸，对人客也有信用啊。你去再会，我可以带囡仔回去就好。哎呦，水母的，你哪这么体贴啦？我跟你讲啊，无你生气，暗时啊，我再来载你去上班，好不？你实在足大胆的呢！我无安怎啊？我只不过是正大光明去恁家剥虾，我也无犯法啦。我真正会让你惊死啦！看你行到安尼，还阁有法度去佚佗吧？啊，当然嘛，爱去佚佗啊！我若无带你去佚佗，吼，到时你阁生气，阁要去找船长，吼，无法度。谁讲我想去缘投啊？这么迷人，让你离不开我，对吗？你是迷人啊！行行行，就这样。嗯。乖哦，乖哦。哦，乖哦。哈哈哈哈哈。够醉耶！哈哈哈哈哈。哎，好佳哉啊！当初哦，我坚持咱阿女要去嫁予国去啊，啊，今仔日。唔照一个这么好的家庭，阿瑞啊，啊今仔国语啊，哪有载你回来？有啦，本底是要载我回来啦，啊尾啊雄雄接到人客讲要载货，我就叫伊先去啊。哦，安尼就对啊啦，做红事的人伫外口泡饼赚钱，咱做母的人都要甲支持，爱甲体谅啊。山的上眼妆如山，唔对，是阿里山的阿芬美如水呀，阿里山的阿喜勇敢是只牛。你是牛啊？你是牛？你是牛？慢刀啦！我你看，我你看，慢刀啦！行啦，冲啊！啊是安怎啦？你走到雄雄公公，什么代志啊？我拄仔伫个路下看到恁阿姨啊发生车祸啦！啥？我阿姨啊发生车祸？哪未来？可能再回去耽误着啦，应该是要回来啊。小诺，小诺，小诺，是不是不断腰啊？不断这奇怪啊！安尼哦，刚才有拄仔动去。啊哈哈，有影有影，了拄仔动去。哎呦，阿妈笑，阿妈笑，来来来，换了拄仔哈。哎呀，来来来来。应该是过去啊，卡来，我来。喂，大伯，过去啊出车祸。
阿姨啊，阿你有要紧无啦？不要紧啦，医生讲破皮尔啦。好佳哉，无代志就好。啊，是讲你车是安那开的，会开到发生车祸啦？啊，对。伊是毋是迄一工伫特里公庙啊头前？你讲要甲载水果迄个小姐？啊，你受伤伊也受伤，这到底是安怎？啊，就啥？你上好甲代志讲互清楚哦，这是啥物情形？伊坐咧我车顶，当然嘛受伤。伊是哪会坐你的车？哦，我甲伊做伙去因家水果房摘水果啦。你莫讲白贼啦，我一看就知影吼，恁两个人无单纯啦。你老实讲。阿兄。讲啊。你唔敢讲，我讲啦。你莫讲话啦。我卡断，你搁袂当讲话啊？我甲你讲，我甲阿喜也早就做伙啊。伊今仔日吼是带我出去佚佗啦，谁人知影伊技术遐歹啊，开到冰车。讲的敢是真实嘞？婚礼我俩，你是把婚姻当作办结果会啊？办结果会的人是蔡国喜，不是我。你知影无？那不是这回出车祸，我唔知影讲结婚一个月，伊就伫外口有查某啊。查某人伫咧外口做生意，心头了袂定是应应的啊。也做唔到代志，你是安那要替伊讲？我是你的查某囝，但是因为你是我的查某囝，我就不准你离婚啦。阿母，我也不准你离婚。阿爸，婚姻唔是咧变囡仔耍。你安尼才任性，就要离婚？你知影这造成的伤害有偌大无？是对不起我，受伤害的人是我。啊，女儿啊，听阿爸讲，这婚姻啊，是爱好好啊经营。你若经营了好，你就是赢；要若无呢，你就是输，就是受害者。阿母，
你中途食无几碎饭，你会枵未？未啦。阿爸知啊，我甲恁阿母啊反对你离婚，履行花钱分出。啊，毋过为了囡仔，我希望讲搁较艰苦，你也着忍耐起来，让伊一下。结婚了，我才发现讲我甲伊的个性真正差足多。我就惊，我甲伊行袂到尾啊。翁阿母是毋是惊伊到尾啊？咪，这都要看恁翁阿母互相体谅有够无？对啊，阿姨是查某人。爱品质，你著吞忍起来，大项拢让伊一个啊。是啊，那是我爱忍。那位啊，个性人格不强，你一定爱听阿爸的苦口。囡仔已经生啊，你若离婚，囡仔都无老爸。精神啊，赶到全身底，啊！你咧哭哭干咩？伊敢听话哦？唉，咱阿瑞啊，那真是要甲国庆啊离婚，安尼是要安怎啊？我去甲考劝过，阿瑞也巧巧啊啦，伊应该知影安怎做啦。这真歹讲啦，伊自细汉。个性就足够强，阁唔认输，即个故意啊，做了实在是有影超过啦，一口气计免啊吞下落。家好万事兴啊，家若不好是万事穷。阿瑞也阁较安怎艰苦啊，一口气一直都爱吞落，啊若无后半世人是要安怎过？阿瑞也无读册，对象本体就真歹找。那即嘛，若是真是离婚，搁嫁一个囝，要搁再嫁，着真困难呢。我若不是想到这吼，我一定停伊的。搁较安怎停，咱也是宿命啦。过去的这个囝，才是咱选好伊的呢。我后悔啊！我好好一个查某囝，安尼来嫁伊，煞予伊安尼来对待。我若想到这吼。我心肝足痛的。原来阿母是惊我后半世人无我靠，才不爱和我离婚。我就后悔，我当初是安怎要讲我不爱读册。我真正就后悔。就想要学别字，是安怎我一字拢看无？你会用的啦。啊！你是谁啦？人惊着呢，我是你的勇气，我是勇敢的吴伟瑞，请你原谅以后，我求你。对呀、啊，妈妈每天辛苦的赚钱，
还是不够沉，妈妈咪煮饭啊。我不爱吃米，我咪跟阿妈赶快吃白包。你先把50元先借给我，我就有办法帮忙赚钱啦。你知我来阮店的，给你提下面，让你轻松一下，算给你回事的啦吼。俺和你这么水的小姐害着，我嘛甘愿。这样飘荡许多年，像没有根的浮萍不断变迁，幸福也许山高水远，有天会近在眼前，天涯那